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《无罪谋杀》。这我相信，但是我想问你的是，你打算如何把他拉回面馆呢？据我了解，案发地点和你的饭店距离并不近，你总不至于想把他扛回去吧？我……聂鸿生稍微一滞，马上就说，我那天当然是开车去的。什么车？据我所知，你只有一辆自行车，用来抛尸或许够用，用来绑架人恐怕就……我当初是有车的，一个三轮车，用来拉货的，后来车卖了。杜志勋问，你开的车车牌号是多少？我那辆车是报废改装车，没有车牌。你当初就是开着那辆车弃尸的吗？是。聂鸿生回答，忽然发现站在杜志勋身后的丁乾目光一直在凝视的，这双眼睛并不多凌厉，却仿佛能直射他心底，他感觉胸口微微震颤。这时候丁乾悄悄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吊坠，用细链子坠着，他用中指和拇指捏着细链一端，垂下长长的吊坠，轻轻一荡，吊坠开始左右摆动。聂鸿生莫名其妙地看着丁乾，完全搞不懂他在干什么，眼珠不由自主地跟着吊坠的轨迹左右移动起来。你在干什么？杜志勋回头看见丁乾的小动作，皱眉问他。丁乾只好实话实说，我想给他催眠试试。催眠？你认为他在撒谎？我想确保万无一失，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怀疑他？杜志勋停顿了片刻，我更相信证据，任何假设还是犯罪理论，最终还是要服务于证据的。杜志勋说的倒是不错，聂鸿生证据确凿又主动认罪，这是再好不过的结果了。但是丁乾察言观色，总感觉这个老头的神情举止哪里有些不太对。这时候郭蓉蓉走进审讯室，整理桌上审讯记录，忍不住对丁乾说，我说大叔啊，就不要再刁难我们组长了，证据都摆在眼前，凶手都认罪了，还有什么可疑的？吴局长都已经到了啊，要看卷宗材料呢，我拿给他。吴局长是调查局的一把局长，连他都亲自跑过来，足以见得这起案子有多重视。丁乾想想郭蓉蓉说的也对，就这么一犹豫，无意中就扫过郭蓉蓉手里的材料，不由得一拧，你别动。干什么？郭蓉蓉给愣住了。丁乾走到他的跟前，从他手里拽过一张纸，上面正是根据张欣然描绘的凶手合成肖像。他拿着肖像举到聂鸿生的旁边，仔细比照起两人的脸。郭蓉蓉不禁哑然失笑，我说你能看出什么来呀，差了20岁呢，长相肯定变化很大呀，再说那只是一张画，又不是真的照片，出入就更大了，反正看着都挺丑的。就在这时候，发生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细节。聂鸿生让丁乾瞅得别扭，不经意地也扭头看了一眼旁边的肖像，他的表情出现了一闪而逝的变化。这瞬间的变脸没有逃过丁乾的眼睛。就在这时候，一把局长吴建峰和其他几个副局长都来了，有宋雨林陪着，一走进审讯室，他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聂鸿生的身上，一个个难掩兴奋。吴建峰忍不住开始夸赞起杜志勋和特案组，还说多亏宋雨林慧眼识人，选这么一批精英等等。杜志勋无甚反应，勉强一笑置之，他精通犯罪心理，但对官场上的心理却比较迟钝。宋雨林当了多年领导，相对比他圆通得多了，替杜志勋说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，避免了大家尴尬。
倒是杜志军和丁乾两个人都被晾在当场，只能相视一笑。被这一打岔，两人讨论也就中断了。凶手聂鸿生暂时被警员带下去临时羁押，之后再转送看守所作为重刑犯专门看押。专案组这边还要向吴局长汇报侦破工作，开一个内部总结会。丁乾虽然临时被召进专案组，但毕竟是请来的，没有什么约束，便没有参加他们的会议，而是跟聂鸿生一路来到临时羁押室的门口。聂鸿生转回身看了丁乾一眼，小伙子，你跟了我这么久，想干什么就直说吧。我就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到底杀没杀吕爱卿？杀了。老头回答得很干脆。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，你说过只问一个，但是在我得到满意回答的前提之下。第二个问题，你刚才看到那张画像为什么那么惊讶？有吗？聂鸿生故意眨巴眨巴一对老眼。我是心理医生，察言观色我最擅长，虽然你很会掩饰自己的情绪，可以做到面无表情，但是有些不经意的细节你还是会暴露出一些内心真实的想法。你看到那张肖像时有过瞬间的惊讶，我不会看错的。聂鸿生瞧了一会儿丁乾，终于妥协了。好吧，既然你都刨根问底问到这儿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那张画像上的人我好像见过。丁乾一脸，你见过？你都拿到我眼前了，我看得很清楚。你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人？我的云吞面馆里。他经常去你面馆吃饭吗？不，他只去过一次，但我印象深刻。他什么时候去的？就是我看见吕爱卿那一次。什么？看到丁乾吃惊的样子，老头露出狡黠而神秘的笑容，压低了声音。就是我在接待吕爱卿时，后来又进去吃饭的那个客人。丁乾默然凝视着他。你以为我在撒谎？你怎么可能会记住一个20年前来你店里吃饭的客人呢？而且还是看见画像马上就想起来。本来我也不会马上想起来，是你们抓到我一通盘问，把我当年的经历全部都翻了个底朝天，很多模模糊糊记不太清的事情也全都记起来了。而且当时的情况很特殊，所以我印象十分深刻。那天晚上我本来是想对吕爱卿下手，没想到有个男客人进来了，长得很像画像里这个人。无罪谋杀 VIP 版本每天至少更新8集，好听的故事无需等待，直接在喜马拉雅 APP 搜索无罪谋杀 VIP 就可找到购买。有任何问题可以加本集标题我的微信咨询。感谢收听。